28/4，精彩539，原创版录分享。27/4中17，精选二码，二中一，点图看看。精彩539，二码全车，二中一，原创版录分享，准三进四。有钱大家赚，参考看看，不强求，有败有保庇，有看有福气。多做善事，功德无量，小玩怡情，见好就收，感恩您。精选号码03，原创版录分析如下。第一支板路分析，106年10月28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格第六期开03。106年12月25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格第六期开03。107年4月3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开03。107年4月19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碰03。第二支板路分析，106年10月3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开23。106年11月22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开23。107年4月3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开23。107年4月19日开21格，第二期开37，再合第六期碰23。强棒出击，精选板路，一棒定江山，精选板路，棒棒全雷达，精选板路，尊重原创，反修改霸凌，勿盗版，勿偷改。进道台，开奖号码统计后经由专业程式计算分析，统计号码出现次数，再精选出最佳号码，增加胜率并提高命中率。感谢您的支持，参考看看，不强求。这次精选出的号码供大家汇合看看，希望您满意。欢迎点阅按赞加入每日生活须知粉丝专页，里面有每期预测的精彩内容和好文章分享。棒棒精彩，财神到您家，迎接财神，加油不放弃， Never give up。原创版录，点击看板，欢迎分享。祝福诸位大德，77中大奖，天天开心，阖家安康，幸福快乐，过大礼得大财，感谢，感恩，感激不尽。